在微博晒出与张艺兴、陈伟霆的合照，手举导数手势背对镜头，黄渤还配文，看我们唱唱跳跳的新组合上春晚，小时候的梦想终于实现了，等你们哦。据悉，三人将同登春晚舞台，并表演一段复古迪斯科，张艺兴和陈伟霆还将献唱一段 RAP， 可以说是很值得期待了。网友也纷纷留言，今天晚上期待三位男神的表现。哇，期待博哥和艺兴啊，新年快乐。